将热水倒入容器中，接着倒入预拌粉。利用均质机以快速搅拌一分钟。刮刀将四周及底部未打到的粉刮起搅拌，将牛奶倒入容器中，利用均质机以快速搅拌一分钟。静置10到15分钟，测量粉浆温度降至室温45以下时，即可投入冰淇淋机制作。